如何解决斜颈和头下垂引发颈肩痹痛？斜颈及头下垂之变形成因有：一、习惯性患者，例如长期垂头沉迷手机；二、病变性患者，例如脑性麻痹。其病变是肌肉不平衡活动，导致某部位肌肉萎缩，如下图例子：因长期右边斜颈，导致右胸锁与突肌之张力再减少，肌肉薄弱和萎缩。若长期变形之病变可引发椎间盘突出或椎体损伤，呈现骨刺，造成椎孔狭窄，导致神经根受压。上述病变会引发放射性颈肩痹麻痛，治疗方法是颈托牵引矫形器 N05， 其原理是矫正斜颈或头下垂和缓解神经根受压。 N05 可牵引提升下巴，使头不会下垂，而升降杆可单侧上升，使头不会倾斜，其目的是椎间盘回纳、椎孔扩大、减少神经根受压、缓解疼痛。以下是病人一致见证：脑性麻痹导致斜颈引起神经根受压。旋转测试证明病人左边胸锁与突肌正常。应重要吓，转转佢，转佢边。而右边薄弱萎缩。同时根据此测试得知右边C8神经根受压，导致右肩颈臂疼痛。病人一佩戴前如下图，佩戴后矫正斜颈，肩臂痛消失。病人使用 N05 后的情况。都想问一问咧，你开头初嘅时候个症状系点样嘅？我头会即系会侧啦，其实肩或者手咧，好多时夜晚会鼻痛落去。会唔会鼻都瞓唔到觉？有嘅，其实系特别系凌晨两三点嗰时咧，就试过鼻醒。有试过。咁譬如大約戴咗兩個零月，我哋嗰個 N05 之後咧，呢、這個手麻痹嗰啲症狀有冇好啲啊？就冇咁覺，冇咁覺啦已經。OK， 咁會唔會都覺得條頸冇彎得咁多？戴咗冇彎咁多，同埋可以有咗扶翻正啦，即係可以有需要時受力咁樣咯。矯正翻，矯正翻佢啦，係啊。因為其實你第一次譬如戴嗰個 N05 嘅時候，我哋都需要人手去幫你擁嗰個頭先至戴到。你而家仲需唔需要揾隻手去托個頭？戴就唔需要嘅。戴就已經唔需要啦。戴唔需要。咁即係其實都有改善咗。有改善咗。病人見證二：習慣性頭下垂引起頸神經根受壓。根據病人表徵，說明是右邊 C6 神經根受壓，導致頸肩臂麻痛，如圖示。你的痛是入邊依度多啲啊？依度多啲啊，定係依度多啲？依度咁多啲臂啊，臂下喺依度到依個手指公依個位多啲啊，係咪啊？旋转和颈侧弯压顶测试证明病人右边 C6 神经根受压，导致颈肩臂麻痛。你拧过呢度，痛唔痛啊？痛。你指住啊，边个痛啊？呢度，呢度痛系嘛？先你讲书啊，你拧咁样个头出啫，咁痛唔痛啊？痛。痛啊！呢度。病人二佩戴前如下图，佩戴后。抬头，缓解颈肩臂麻痛。总结：牵引颈托可矫正斜颈或头下垂，使颈肩臂麻痛自然消失，也可改善不良姿势和习惯及预防恶化。此产品屈臣氏药房可订购，亦可预约到本公司免费测试佩戴后即时减痛效果。请看下一部影片，并订阅
点赞、转发，帮助别人。